玩什么游戏？嘎嘎乌拉拉。什么是嘎嘎乌拉拉？就是玩那个鬼抓人，你来抓我们。哦，怎么又是鬼抓人呢、啊？玩荡秋千好了。不要，你来抓我。啊？来玩荡秋千。那包比较很大。咻！咻！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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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用它，我要先做好。我要玩鬼抓人，再来一次。我还要像刚才一样玩鬼抓人。我要玩鬼抓人，你来抓我们。那你当鬼啊，你抓他。不要，你来鬼，你来抓我们。我要。我要抓你太简单了啊。